就按不停，铜墙铁壁的身躯，我招架，我闪避，我用身体守卫你，不要再恐惧，我还没有倒下去，我的姐妹兄弟，不要再抱成我力。人人都说铁枪里是工会最高荣誉，没有任何一枪为止没地可避，装备都给你攻击啊，不要再百分之一治疗啊，一定保证我无懈可击 OT 啊，我认输你不要急，蹲枪啊，起底啦，全体火力，尖牙德鲁伊。蓝色的武器。哀嚎洞穴。算了，还是不去了。这是尖牙德鲁伊吗？要不你亚美的就让我这强烈的 MT 带你去吧。我的面包，那边过去看看。我们去救他。出来打酱油的闪电剑，你冲锋，我给你奶。啊！哎，人不见了。看，他在守我们的尸体。我数一二三，我们一起复活，打死他。
小动物逃跑吗？喵喵，快脱裤子！猎人，你怎么不抓个宝宝？啊，抓什么宝宝？啊，那个，就是抓个宝宝。天亮了，我们一起去哀嚎吧。一起去吧。要成为强力的 MT。对了，我刚抓了宝宝，叫你们看看呢。梦，这是什么？它叫菌株。哦，就是那个万人唾骂、不务正业的臭首领猪。从来就没有什么叫施主，也不靠三儿学弟，要创造部落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我们要不会看病治地，让自由照耀外域。快把那路是彻底抛弃，要决一死战才能胜利。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永远。不要妄的毁灭，就一定要实现。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永远。